就是你认识谢师吗？你觉得我是吗？这个衬衫你猜多少钱？这是什么孽缘？怎么不装了？在烤肉店的时候你先说的不认识。看你第一眼就应该果断的认出，不给你耍我的机会。学问不错。我长这么大讨厌的人终于出现了，那就是谢师。走啊，邓总监。醒目未必吃亏啊。怎么有两个姜黄呀？哦，这个。